今天表现很棒吧？好棒！听呱呱，听呱呱，耶耶！我表现好吧？什么？爸爸明天回来了不？爸爸来，爸爸来看奶奶。爸爸睡觉。哦，爸爸睡觉，这样子、啊。咦，打呼噜哦。你这两天也有点鼻塞哦。鼻尖。嘟嘟露出来了。嗯。奶奶今天表现很棒。早上跟奶奶在一起哦，都出来了，不能露出来。来，妈妈跟你讲话。没有。明天早上你又跟奶奶在一起玩，然后妈妈又去煮早餐，好不好？嗯，真棒，今天表现很棒，今天都不黏着妈妈，真好。乖了啊、哦！长大啦，要懂事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等下我们下楼看干妈在包饺子，好不好？你喜不喜欢吃饺子？喜欢。喜欢啊。那以前我买饺子给你吃，你又不吃。吃，干妈包的好吃啊。你看你这个尿尿脏脏吗？好吃面包。面包好吃啊？嗯。哎呀！哈哈！对对对对，对对对送给哥哥好不好？哪哥哥来了？哥哥来了，送给哥哥。那你送给姨姨。啊，对，送给姨姨。你怎么可以抢？为什么可以抢？好，那你送给姨姨，亲姨姨，送给亲姨姨，美女。美女。啊，美女。谢谢，你嘴怎么这么甜？那你给我吗？给呀。不给了呀。给呀。现在不给了。啊，不要去弄，那是蚂蚁窝。那蚂蚁窝。是哦。蚂蚁窝。这蚂蚁窝，这不要去弄。啊，这里面有蚂蚁的哦。这个不弄，不弄，我们换玩别的，玩别的。出去，走。等一下，这里有蚊子哦。全部丢在那个托马斯那个火车后面。慢点说，躲在哪里？我要动哥哥的脸。也洗干净了，那你吃掉了没有？有啊，现在吃完了。下次叫妈妈带你去海边，我们自己去抓螃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走好。好，真的，你们可以跟二舅娘一伙人过来耶。什么时候？我告诉你就扫进来。哎，扫进来。嗯，哇，好棒，好棒。嗯，扫地呀。新买的今天把他的玩具全部收了。哥哥来了。嗯。我们那里看不到。哎呀，那个你去多看一下啊。所以说啊，你看，知道什么了？晚安，叫小姨晚安。叫小姨晚安。嗯，晚安，乖仔。明天小舅妹起床了，叫你啊，我们去买菜啊。好的。嘿嘿嘿嘿。拜拜。拜拜。